这样子一整桌，我们三个人不到1000块，很便宜，有没有？3块啊，有没有？四板腱牛40、60、30、39。哇哇，你是来这边吃烤肉还是来吃快炒的、啊？他现在只要是你有来低消99块的，就会有一个哈根达斯。光是这个哈根达斯这样一杯你就划算了。进来的话，大人99块，小孩子39块，你可以单纯下午就来吃甜点、糕点、饮料、茶、汽水、咖啡，还有冰淇淋，都吃到饱。那你单点如果一直吃到超过了799以后，它就直接停住了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吃超过的话，其实基本上你就不会浪费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计划，是等于说每个人300块打死，看可以吃到怎样子的餐点，是不是比吃到饱599、699还要划算？来，我们这样子今天吃这样一桌，才多少？来看一下菜单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德瑞克。今天我们外星人跟贤竹的最后一摊台中摊。那这一次我们来吃的是很特别，因为平常大家吃到饱都是499、599以上，但是其实很多人，其实老实讲啊，你到真的到现场吃，你吃不了那么多。那台中这边有一间，他在地已经开了很久的烧烤，后来他想出了一个新的消费方法，他就是你每个人都进去都是先99块而已，然后99块他是只有自助吧，但是你其他可以先单点。那你单点如果一直吃，如果你真的胃口很大，你一直吃，吃到超过了799以后，他就直接停住了，他就让你无限吃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吃超过的话，其实基本上你就不会浪费，不会说每个人都要付到500、600块，其实根本没有吃到吧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计划，是说我们一样进去，那每个人就是99块加上去嘛，那每个人我们再加个200块，等于说每个人300块打死，看可以吃到怎样子的餐点，是不是比吃到饱599、699还要划算？好，走喽。它又在公益路这边交叉口，然后我们现在是下午时段来，所以说人不会到太多，我们会比较好排。我等一下好好介绍给大家。哎，而且这边超佛的，他收费这么弹性以外，他还不收服务费。对，你看它这边很弹性以外，它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你那每一种肉都是很便宜，有没有？3块啊，有没有？四板腱牛40、60、30、39，你可以自己去叠上去，那它就是低消99块，超划算的。然后你看它这边的话，就是进来的话，大人99块，小孩子39块，你可以单纯下午就来吃甜点、糕点，它还有饮料，然后茶、汽水。跟咖啡还有冰淇淋，都吃到饱。小孩子39块，大人99块，可以自己再加烧肉上去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试试看，说三个人，那每个人只要300块，总共900多块，可不可以吃得比吃到饱还要豪华？哎、欸，其实它蛋糕也蛮可爱的哦。对啊，这个是这个柠檬派，好甜的，这个好的，这个抹茶。小心小心。当当当当，我们刚刚选甜甜一甜以后，这样子一整桌我们三个人不到1000块，这样子一整桌炸的蛋糕，然后冰淇淋我还没拿，怕融掉，然后有生蚝、有虾、有鱼、有肉、蔬菜、鸡肉，然后牛排、牛肉，然后还有猪肉跟这应该是有点像培根，牛肉板腱，两个石锅拌饭，然后饮料吧。蛋糕吧，冰淇淋吧，无限吃，这样子我们三个人加起来不到1000块，我觉得这个比吃到饱还划算的，真的不用，因为除非你真的食量超级大，吃到799以上，他就停住，他就让人无限吃。我们来开始烤肉啦。哇哇，你是来这边吃烤肉还是来吃快炒的、啊？好 ，OK。石锅其实我们三个人两个吃，其实还是有点多的，但它上面的肉超多的。哦，好吃哎！
因为它的酱跟肉搭配的刚刚好，然后它有一点饭有一点锅巴，微微的锅巴，好吃。哦，哇哦，这肉也是很厚哎。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炸物，炸香蕉，蛮吃蛮特别，来吃吃看。哦，它还有加一些炼乳的感觉，嗯，好特别啊，不难吃哦，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我觉得很划算，真的超划算的。哎，它的肉质也都不错。这是鸡腿，哇哦，鸡腿肉啊！我们刚刚还特别耗资点了一颗生蚝，来吃吧。哇哦，沾一下柠檬汁，大概那个酱。哎，它的肉其实算是嫩的，对，看香味，它有一点筋，可是它的肉是嫩的。然后我们还有点这个。套丢套丢哦，还有鱼，鱼也那么大一块。你看这个焦糖银丝卷，超赞的。欸，它银丝卷很好吃耶，是哦，你吃吃看，你给我们吃吃看。它银丝卷里面的。不过很特别，它奶油很香哎，它不是一般的银丝卷，它里面是黄的，你看，它是黄色的，你试试看。它软脆的，嗯，哎，它里面的银丝卷味道很香，很特别，它不是白色的，它是黄色的，奶油味很重，好吃，它的银丝卷好吃。然后我们蔬菜还有金针那个杏鲍菇、青椒、卡北顺。等一下，我们这些全部吃完了以后，我们再去吃它的冰淇淋跟蛋糕。蛋糕我们刚刚有先拿了几个了，你看，这看起来都超可爱的。我觉得光来这边呢，你看哦，它在草屋道旁边，然后你小朋友可以，家人可以带小朋友来玩。那小朋友一个人来这边，39块就是蛋糕跟饮料、冰淇淋吃到饱。家人的话99块，你可以直接来吃下午茶。你带一个小孩子，这样才140几块，超便宜的。那如果也不用收服务费。然后这样吃起来饱又刚刚好，你根本不用花冤枉钱，这种弹性消费真的超棒的。就这样哦。哎，基本上你注意看哦，它的肉品都没有做什么腌制调味，它就是原块肉让你吃原味，很棒。还会给大家来看冰淇淋，哦，它口味很多，有巧克力、草莓、芒果、红豆抹茶、芋头。然后还有榴莲呢，来试试看吧。冰淇淋来了，我忘记拿汤匙了。然后来给他来看一下哦，蛋糕，很划算，很好吃哎，不会太甜，99块，好便宜。来，我把我们这次加点唯一的一个牡蛎，就是留给你了。鲜的，它不会因为廉价，然后就好吃。哦，不错不错。来，我们这样子今天吃这样一桌，才多少？来看一下菜单啊，991块而已，而且还不收服务费，等于说我们一个人才330，超划算。你应该吃到现在还没吃完。各位观众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只要是你有来低消99块的，就会有一个哈根达斯。但是前提是你要来讲说看德瑞克的影片来的话，你只要是有加低消99块，你一个人就可以换一个哈根达斯。光是这个哈根达斯这样一杯你就划算了，已经超值了。这个在 Seven 一杯就要多少？90、100了吧？对啊，超爽的，谢谢。好划算哦，这样子店家怎么赚钱啊？太划算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一间店的话，我们就介绍到这边。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它的消费模式的弹性，加上它现在
低消99块就会有一根哈根达斯，真的是太划算了。店家资讯我会放在影片底下，它在草悟道的旁边。记得来的话说看德瑞克的影片来的，你只要有消费，一个人低消99块就会有一个哈根达斯。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，拜拜。